为什么大部分人生活在痛苦之中？因为大部分人享受这个痛苦，因为大部分人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幸福，大部分人对自己不真诚。他说哦，我要幸福，我要成功，其实他不是真正想要。因为如果你真正想要幸福，你真正想要成功，你真正想要发财，你就去做了。但问题是你不做，因为你对自己不真诚，所以呢，你也不会承诺自己的诺言，因为你压根就没有想去干这件事情。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发财，还是想要成功，还是想要幸福，首先你得对自己真诚，你得真正想要这个事情，你得真正想要去实现这个目标。因为你只有真诚了，对自己真诚了，你才会有这个自律，你才会有这个恒心去把这个事情做成。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恒心？因为你压根就不真诚，你不是真正想要。说如果做销售，你想一年赚50万美金，很简单，你就一天跟10个客户联系。小红书。